青春有你，和你一起看。我是小千钱贝婷，我是张欣，嗨，我是刘淑贤 ，Hello， 我是戚玉文。哎，你们有没有收到通知需要带化妆？有，我也带，我带了。那今天任务会跟这个有关吗？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个。可是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收到任务哎。来了。小伙伴们，今天是美丽女孩评选日，谁是化妆界的扛把子？谁是手残一族？谁是最爱美的猪猪女孩？快来爆料一下吧！我感觉张欣只要是开灯的地方，她都感觉好。我现在都觉得这个灯很黑，她不是，她觉得自己会被晒黑，是不是？不是，就只要是有这种灯光，它照你都会晒黑，所以一定得涂防晒。有的办法吗？就是涂防晒，隔3个小时涂一次。啊，但你光这样子是不行的，只能不晒黑，没有办法变白呀，就喝柠檬水啊。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来。哇 ，Kiki， 美白。太绝了，太疯狂了 ！Kiki 的美白真的太执着了，他真的很执着。他每天都是穿那种长袖，然后躲在房间里面，白天不出门就狂抹防晒，然后疯狂用护肤品美白，好不容易养的皮肤，结果在海边一吹一晒，他又要晒黑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急得狂哭，然后他就怎么样呢？那个镜头一扫过来的时候，他就啊开心啊，然后跳舞啊，高兴啊，漂亮。然后那个镜头呢一扫过去，他就马上在那边原地啊，我晒黑了，我又晒黑了，就看到一下哭一下笑，一下哭一下笑，变得好快，真的。我们现在呢也是不是要亮出我们的化妆包？OK， 然后开始要玩一点小小的游戏，蒙眼化妆，这么刺激的吗？我们今天呢还是要分一个输赢的，我们的输赢机器呢就是奶油打脸机。在拼手速的奶油打脸机的游戏中获得胜利的一组将给失败者进行蒙眼化妆，小伙伴们加油吧！ Round one， Go！ 把脸先都放上去啊，我数3、2、1，开始。这个东西很高级，我本来没感觉的，他在我旁边尖叫一声，我感觉耳朵都破了。这个东西很高级，哇塞！你看它根本打不到我们的脸，那这哇没什么反应。它是要很大力的，你自己自觉吧，把这个扶到脸上。那怎么扶啊？就你用手抹了，扶到脸上。再来一遍。来，我这样子给你，我给你们喷的高一点吧。哇！3、2、1，开始。好了，这么好笑，你是不是故意的？3、2、1，闭眼。Round two。他没有力气了。好的，我们刚才呢输赢也是差不多分出来了。对，那就是你们两个人蒙眼给我们化妆。蒙眼化妆大挑战，考验友情的时刻到了，一波高能化妆品即将抵达现场，前方慎重啊！这边呢还有给你们提供了好多，就是五颜六色，真的是五颜六色的那种口红。这就是传说中的芭比粉吗？哇哦，我觉得芭比粉都不算什么。这样，我们先挑选一下吧。这个槟榔算什么？哎，等一下，这个对黑皮肤真的不太友好哎。你还有那个？他笑了。你千万不要摸到这个。后妈色。我想一下，这样我先把口红擦了，然后等待你给我上一个漂亮的口红啊。对。我要蒙着眼睛给你上。天哪，你色球多福吧。Ready。你涂到我牙齿里了，不好意思，你把嘴巴闭紧一点。你相信我，总有一天，你会被我揍的。你知道吗？我看到工作人员在看着我笑。别动，等会我就让他们哭。有没有颜色？要给我画个眼影。说句实话，我感觉我现在好像有点中毒了，我人有点不舒服。我觉得你还是很美丽的。这是我的话。等等，
给你擦一擦手上的。你要给我上这个眼影颜色。对，这是我很喜欢的眼影盘。哇哦，哇哦！你看我这盘也很好看。你是布丁先生吗？我这盘也很好看。来，来吧。我等一下就给你唱一首歌，我们合的，你知道叫什么吗？青春的约定，流着泪微笑。这个什么？我不想看自己，我要哭。来来来来。打对没有？我流泪了。张欣，你要在这里选吗？不想在这里选。这个眼影盘蛮好看的，真的很不错的。来来来，你给他用用了。我要落泪了，我要落泪了。这一块，来来来，腮红在这儿。我们要画多久啊？差不多了吧，我觉得应该。卧蚕也画了，眼影也画了，口红也涂了，侧影还没打。我给你鼻子来一点可爱。侧影在这，侧影在这，给你。我确定不这样不像酒糟鼻吧？你很美，你看我，我不敢看自己。哎，我觉得你这个有一点艺术品的味道，有一点抽象化的味道，有点梵高。鼻侧影这个有点太重了，算了，没事，你画吧，没关系，都这样了。你把眼睛闭着。好，我完成了，完成了。我累了，我都跪累了。我不想看自己，我决定闭着眼睛。我画好了，三二一，摘吧，静雯。好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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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被自己丑哭，太惨了！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仔细欣赏一下。你看你那么漂亮，谁敢说你？他哭了，你把人家整哭了。哎、哇，好开心！我告诉你，你是埃及艳后。其实说实话，如果不看眼线的话，我腮红啊、嘴唇的位置都很不错的，对吧？还可以的，是不是啊？都没有出去。忘了告诉大家，就是哇，太丑了。我们有那个反转最后的剧情的，就是我们刚才两个人输掉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给赢的人化妆了，不用戴眼镜。哇，为什么？为什么我赢了还要？我认真画的啊，我知道你认真，我真的认真画的。我刚看你很认真的在搓这个东西。当然，阿希，我们是有选择权的，就是可以就是戴眼罩或不戴眼罩，看你自己个人。我觉得还是戴吧，比较不残忍一点。我不想亲眼目睹我自己做这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戴眼罩了，减轻自己的痛苦。戴。据我刚才的经验，只要是长条的口红都不太对头。我是认真画的，调色盘在我这儿，我们一起用吧。我后悔选这个颜色。你闭眼吧，我给你涂个亮的。你们不是很喜欢那个闪闪的腮红吗？我要再搞一个别的颜色。泫雅妆要点一个那个泪痣。哎，你提醒我了，你说的很对。我觉得静雯是好看的耶。啊？那我要用我刚刚那个长条的，给你上个腮红。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我再拿眼影盘再加点。那我这个妆容叫做叫吃了屎的纸扎人。为什么这样？真的很像纸扎人，你知道吗？我现在呢，回沙发上面，然后我们要揭开眼罩，一起看一下我们的作品了。三、二、一，揭，揭。好像如果我发现静雯其实是好看的。哎，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真的好听的。
它是那种就是艺术，但是我这真的只是像吃了屎的纸扎人。我艺术啊，不是，我觉得你们两个想象到特别好看。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艺就都是艺术品，而且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妆容吧，我觉得都是饱含了那种色彩的那种。我觉得我们这两个吧，有点跳大神的味道。但其实那个芭比粉在脸上效果好，意外的还不错，还蛮好看的。阿欣，你别说，我觉得你自从用了芭比粉之后，你好像肤色都变白了，是吧？我不敢看，因为粉色提亮的。啊、哦，我觉得都变白了，反而你看那笑不出来，那种紫色现在脸上就显黑。我觉得我们这个妆也挺好看的，她那个好像那个猫女侠。我觉得我就是像如花，你们不觉得我很像那种纸扎人吗？就是你知道吗？不是你应该，我知道你缺石榴姐，风华绝代万人惊艳的石榴姐。要对着镜头性感的五连拍，为了不脏了彼此的眼，我们就同时开始吧。好的，第一个 pose。第二个 pose， 第三个 pose， 我感觉大家刚才就是在沉默中去做这个五连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倒是辣了观众的眼睛？到时候没有人给我们的姐妹们喝酸奶了，被我们吓跑了怎么办？但凡看到这个视频，只要你笑过了，就不要忘了要给我们姐妹们投票，投票一元哦！真的要，对我们牺牲了自己，成就了大家，给你带来快乐。好了，我们现在这个妆也已经化得美美的了，我们就带着这个美美的妆容各自散去，回去给他们打 call。 对，我们要回去继续看我们的青春有你二啦。拜拜，下期见的时候还要认识我们哟，还要认识我们哟。我希望我的姐妹们记住我，记住我。我希望我的姐妹们的那个舞台妆能有我这么漂亮，漂亮。再见。哇，我感觉思睿在这一场里面的表现真的非常优秀。Taco 和戴萌已经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了。天哪，冉眼神太勾人了，又甜又勾人。啊，等一下，许瑶为什么最后一个？下载口袋四八 APP， 参与米娜时尚助力榜，为你喜爱的训练生应援，为他争取顶级的推广，更可获得丰厚的应援奖励哦。你不赞我不赞，青二创三何时能成团？口袋四八陪你一起欢乐追青二。